我喜欢你。早啊。早啊。你气色不错，白里透红的。遇见什么高兴事儿了？也有可能是遇见鬼了。上次弄脏的衬衫还你，你检查一下。我洗过了，洗了好几遍呢。你闻什么？你不是让我检查一下吗？正好我闻闻，还有没有酒气。温医生，你别误会，我是因为喝醉了才会抱你的。哎，你这句话有常识性错误啊！在医学中鉴定，每100毫升血液含有大于20毫升酒精才叫醉酒。你昨天晚上顶多是微醺。那我纠正一下，我是因为微醺才会抱你的。那我可就在意了。在意的点在哪儿？酒精是神经抑制剂，它的作用就是抑制住那些管理理智的神经中枢，把感性发挥最大效果。通俗易懂的讲，你昨晚抱我其实是因为我喜欢你。我刚刚那句是顺着你的逻辑接的。哦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不就抱一下吗？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也不是第一次。那昨晚的事儿算是过去了。不接吗？啊？我说你电话不接吗？林大爷亲情专线吗？一对璧人热心肠，妙手回春暖洋洋、嗯、怎么样林大爷满意吗？大爷特别好吧、醒了啊、这个呀是林大爷托我给你这个亲情热线做的。哦，一对璧人做的锦旗，哎呦，简直是一家三口嘛。我小夏脱粉了，我小夏正式退出。林大爷，您以为是数学老师教的吧？一对病人可不是这么用的哦。林大爷，我很喜欢，我收下了啊。林大爷，感觉好多了吧？等咱们好了之后就去吃好吃的。您要合影？病患一般合理的要求，医生是不能拒绝的。拍照就拍照，谁怕谁？拍。去给我跟大爷拍。哎，又怎么了？林大爷说的是让我一起拍，让我搂着他拍啊。哎，往下来点，林大爷的钱。3、2、1